接下来你会看到全世界互联网独一无二的作品。这里是位于太平洋的一座小岛，清澈的海水，温暖的气候，数以万计的海洋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，而本地人却偏爱着万千鱼类中最特别的一种。我们驾驶渔船来到深海与浅滩的交界处，这里栖息着一种极度危险的生物。现在是凌晨一点，现在我要和本地人进入海洋深处去捕捉鲨鱼，会有什么收获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跟上我的镜头，出发。OK， 走。